要替你们方家延续香火呢。我们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，之前的事不如就一笔勾销吧。季小姐言重了，您可是我的长辈。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你在婚礼上的样子。二爷可否不要娶季小姐？董天瑶，你太自私了。今天她就在我眼前，我却感觉她离我那么远。